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卷疏论转要是第十八卷我们印的单行本呢的第十八册十八册华藏世界成就品第五至三那么这是第三个大段清凉大师在一开端呢告诉我们这一段呢给我们说明沙海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涉海所管之海要管怎么讲呢真的要管理吗如果说是这个太阳系管了地球这个地球管月亮这是不是真的才在那里管呢我们知道古大德了所说的管就是今天呢科学家所说的万有引力这个就好懂了这个大的星系附近有许许多多的星系受它的引力影响这就好比是所管了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引力所及的空间凡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星系星球都受它引力的影响这叫所管那么这个说法容易懂了这一海过管不可设佛刹微尘数这是真的一个大的星系我们晓得那还有巨大的引力我们不说很大吧就说我们这个银河系银河系是一个大星系你看银河系核心的引力能够把周边许许多多的星小星系就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每一个小星系就是一个小太阳系这个放光的发光的是小星系的核心围绕着这个发光体的我们讲行星有大的行星有小的行星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家对于银河系的状况了解得相当清楚那么尤其我们太阳系这最近的太阳系它引力范围之内的大的行星有九个九大行星我听说好像最近又发现了一个那就变成十大行星了但是在大行星之外小行星多不计其数这个
科学家了，是一个古迹呀、啊。古迹小行星里面还是大的啊？为什么？你在望远镜才能看到啊。啊，更小的像个石块一样啊，它也是围绕着太阳系转呢、啊。您这个晓得，那在佛法里面讲的说，这个星系与星系之间微尘呐、啊，啊，更小的了，真的是没法子计算。一个太阳系如此，那一个银河系可想而知啊。那么这个地方讲世界种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一个银河系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的一佛刹，一个佛的这个世界，也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多少个银河系？经上常讲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三千，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个，十万亿个银河系，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一个世界。那个刹种就不可思议了。刹种，经上告诉我们有二十层。每一层不是一个佛刹了，前面跟诸位一直讲下来的，那都是世尊在一层里面举一个例子而已。一层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佛刹。一层里头你看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同在第十三层啊，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当中有多少世界呢？那佛讲的有十万亿个世界啊，娑婆是一个，极乐是一个，娑婆到极乐当中就是万亿了那么你就想这一层有多少世界？二十层呐、所以经上在此地讲啊，一个海啊，过管。不可设佛刹微尘数，实在讲设之不尽啊！释迦牟尼佛在每一个海也只举几个例子举例通常说十个十代表做代表啊。代表一切海啊！所以这个经文呢也有十段这是第三大段你看第二大段呢是讲右旋摄海，这第三段呢摄海所管之海我们先把这个意思搞清楚搞明白就现在科学家讲它引力万有引力所到的那个空间
世界太大了啊！这个十段，每一段当中有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先标能观之海，以定方啊，啊，告诉我们这个方位。实在讲，这方位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啊！啊，只是给我们一个概念而已。那第二段呢？这是讲所管之海的次第。现在我们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彼利狗延藏香水海东。”这是把这个方位给我们说出来。然后呢，次第为我们介绍啊，九海。这个九海在第一段呢，只有八海，少了一条，啊，这是缺了一条，大概是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漏掉了，啊，我们知道梵文是贝多罗树叶写的。啊，时间久了很容易脱落，啊，掉了一页，啊，所以这个地方缺一海。我们介绍还是着重啊在表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才能学到东西啊。这个最重要了，请看经文。次有香水海，名变化微妙身，此海中有世界种，名善不差别方。你看这就很简单了，啊，在前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一海，一个世界种，它所持有这个微尘所的世界。那么佛给我们介绍呢，通常都讲十个，此地省略掉。都不说了，只说世界中啊，香水海的名字啊，世界中所持的世界啊，省略了啊，要知道都有所持的世界，而且呢，每一个世界中的时候也都有二十层佛刹。重重无尽啊，宇宙太大太大了。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人生呢，都太渺小了。在整个大宇宙里头，我们这个人真的变成微生物啊。啊，很不容易发现那个小东西啊。啊，这个小东西还会作怪，啊，还不老实，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讲可怜悯者呀，
像水海要记住，它表什么？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啊，像水海这么多，阿赖耶识含藏一切种子，真的，佛曾经说过，如果这些种子要是有形象啊，哪怕这个形象呢就像微尘那么大，我们阿赖耶里头吸气种子从无世界以来一直到今天呢，净虚空变法界都容纳不下了。佛讲这个话真的，我们在此地看到了，华严经上讲的香水海这么多，阿赖耶识里含藏种子，种子欲缘其现行，这就变成世界种了啊，现一真庄严啊，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从香水海的名称体会到啊，这是哪一类的吸气种子啊？看到世界种的名称，知道这一类种子现什么样的形象啊，它所现所变的，大略的能知道一个大概呀。啊，什么时候你才能了解的透彻呢？啊，这大经上讲的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呢，见到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里面的动态他清楚啊，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还不行啊，只是听佛所说，自己没有亲证，八地亲证啊，这亲证还是少分，九地、十地、十一地，啊，到等觉，啊，那个证得越往上去越深，了解的越透彻，啊，如来果地才究竟圆满，啊，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明了啊，诸佛如来有多大的智慧，我们平常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啊，不知道啊，诸佛如来智慧多大啊，佛德多大，都是含糊笼统啊，大概总比我们大一点吧，读了《华严经》才真正明白少分呢。啊，这个明白少分，你还要能够有少分契入，你才能明了。如果你单单是读、啊、研究，甚至于讨论讲解，你自己没有入进去，你还是没有法子体会啊！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世间有一类人学者啊，他把这个当作研究资料啊，
啊，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啊，不能弃入。换一句话说呢，他没有得受用。啊，在佛门的话来讲呢，他没有修正的功夫。啊，修正是两个阶段，菩萨是修行的功夫，如来是正果的功夫。啊，没有修正，他还是凡夫啊。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那么这个海的名称变化微妙深啊。啊，这个深，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个身体，那就错了。这才是广义的。啊，这个身体形状。啊，小的，小而言之，一棵树，哎，有树身。树的形象啊，看到一座山，山之身，任何一个物象，我们都称它为身啊。所以这个身呢，是形象的意思啊。这个星球，星球之身。星系有星系的身，这个意思就广了啊。那么在此地我们就明了啊，二赖耶识含藏的种子变化很大了啊，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刹那刹那在变的，所以佛说世间无常啊，这个话是真的。不管是大的世界，是小的世界，啊，大世界如来教化的刹土，啊，小世界像这个太阳系，乃至于一个星球。刹那刹那在变化啊，不是别人，单单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啊，它的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啊。那么再说的小一点，我们这身体啊，我们的身体也刹那在变化。念头念念不住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相续不断了。身体里面呢，大家现在晓得，细胞新陈代谢啊，念念有很多细胞死亡了。念念当中啊，又有细胞产生了，新陈代谢啊，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法它是不变的啊，通通在变，刹那刹那不住啊，变化微妙深。我们看到这个身相啊，是一种相续相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这个身相啊，小啊，我们讲人身，大到大的星系啊，像这个世界和世界种这样大的星系，都
是无常的。但是在小生，我们很容易看到他的生灭，尘诸坏空。越是大的世界，大的星系，尘诸坏空不容易体会到。啊，你比如说我们太阳系里头，太阳系里面有很多星，有尘诸坏空。啊，但是整个太阳系呢，没有受影响。啊，太阳系里头有一个星球爆炸了，啊，爆炸之后就变成小行星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微尘。啊，这些爆炸这些物依旧还是受银河的中心的引力影响啊，它跑不掉啊，凡是绕这个银河系转，变成银河系里面的微尘。这个常识我们今天明了啊，啊，可以说相当清楚啊。啊，哪一个星系里头都不例外。啊，那么这个海里头有世界种，这个世界种叫善布差别。啊，布是分布。啊，善是善巧。实在讲，是不是人为的呢？不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个是自信所现所变的。佛在经上常讲，法而如是啊，啊，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人为的。啊，那么你要再深入追究呢，那佛告诉你，真因是心的。啊，因为这现象是果啊，因一定有缘啊，然后你才看到这个果报啊。像水海是果啊，插种是果啊，世界种啊。啊，缘是什么呢？缘有两个，一个众生业力，一个是如来的愿力所成就的。这两个力量啊，缺一个都不行啊。就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世界啊，确实是非常美好，纯以清净呢，里面还有众生的业力啊。那众生什么业力呢？净业啊。众生的净业呢，跟佛的愿力变现出来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我们在前面看到许许多多纯以清净的世界都是这样的。
如果众生的染业呢，啊，那就像我们娑婆世界一样了。啊，这个里头有四途，但是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有三恶道。啊，不是纯一清净的。这种现象实实在在讲，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我们展开经卷听到这个说法，我们感到满意啊，我们会点头啊。啊，佛所讲的真的叫我们心服口服。我们晓得这是如来清正的境界，是如来限量境界，不是想象的，不是推测的。啊，世间人的观测今天就是借重科学仪器观测，往往只是观到局部啊，没有看到全体啊。所以论断往往有偏差啊。这个科学家所说的这个定律啊，过若干年后啊，又有一个新的科学家在观测，把前面推翻了。例子太多太多了，啊！现代科学家不敢说它的定律是永恒的，没人敢说了。为什么呢？说不定后面又有来，又有新的发现，把它推翻了。啊，那是什么？用意识来观察。会产生这些毛病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他们不是用意识他们用甚深禅定啊！啊，直接用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那不叫观察，叫照见呐。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大，真的是无限大的宇宙啊，小，毛孔里面，毛端微尘里面。有大宇宙啊，微尘没放大了，宇宙没有缩小啊。回归到自信，自信没有大小，自信没有远近啊，自信里头没有真妄，所有一切的对立统统没有，那叫真正和平。啊，没有对立吗？迷失了自信啊，什么都对立了。啊，长跟短对立了，大跟小对立了，啊，真跟妄对立了，邪跟正对立了，人跟我对立了。迷了之后啊，你的生活是在相对的空间，相对的空间处处有障碍啊。自
性所现的那个空间没有障碍，华严经讲经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才明了啊，佛法里面讲宝，宝是性的自然流露啊，你可以受用，这个受用是大自在，这个受用真乐啊，这个乐不是苦乐的乐，苦乐的乐是相对的啊，苦乐两边都离开啊，那个乐是我们没法子想象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呢全落在相对里头，离开相对不可思议啊，无法体会啊。但是诸佛跟化身菩萨的境界不是相对的，所以经上常讲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意思深广无际，没有边际的再看底下一段，次有向水海，名金刚眼床，世界种名庄严法界桥。啊，所以记住向水海的名字是阿赖耶识里含藏种子某一类的。这一类的种子不错啊，善种子不是恶的种子啊，阿赖耶里头善恶无际种子都是无量无边啊，世界种庄严法界桥啊，那不是真的桥啊啊，那么桥梁什么意思？你去想，桥梁是沟通两边的啊，法界，法界里面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刹与刹当中沟通啊。用什么沟通呢？庄严啊，那么这个庄严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向水海的名字去看，金刚眼床，真舍般若智慧啊，啊，金刚表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开了，甚言圆明啊，华严经上讲的佛眼所见，佛耳所闻，通了净虚空变化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庄严法界桥啊。第三段，自有向水海，名种种莲花妙庄严，世界种名横出十方变化啊，这个十方变化跟前面这个变化微妙身意思相同的
啊，一个是从种子上说的，一个是从形象上讲的。啊，这个横出十方变化的世界，是从一真庄严上讲的。啊，这个世界种的名称，阿赖耶识的种子这一类的种子，啊，种种莲花妙庄严。换一句话说，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修学大乘的种子。在十方世界变现出一真庄严。第四段，自有香水海，名无间宝王人。世界中名宝莲花经的密云。啊，我们懂得表法的意趣，这些句子念了，就不会感觉到枯燥无味了。啊，你就晓得字字句句有无边的毅力，有无量的境界。啊，无间宝王人，从这一句我们就晓得过去生中无始劫来，啊，对大乘佛法的修学善根深厚。变现出的世界中宝莲花经密云，啊，密说深密云，说明事实真相。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啊，可以受用，受用是果报啊，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也不能分别，也不能够想象。想象是妄想，啊，立妄想分别执着，这受用啊，这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啊，再看第五句，自有香水海，名妙香烟普庄严。世界中名毗卢遮那变化心，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变一切处，啊，那么这就是变一切处变化心啊。那也含藏的种子妙香焰啊，
就是表爹大乘佛法。那我们有没有呢？跟诸位说，通通都有。华严经上所讲的，我们阿赖耶里识里头一个都不缺。所以开经的时候我曾经说，大放光佛华严就是自己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心啊。是自己的阿赖耶识啊。虚空法界里的所有的刹土众生，无法计算的，是自己阿赖耶里面种子起现行，变现出一真庄严的境界。离开心性的，无有一法可得，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啊。你要是真正参透了，你才晓得宇宙人生跟自己是个什么关系啊。那个时候你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正的慈悲也，慈悲一切啊。为什么呢？你晓得一切法就像过去禅宗开悟的人所说的，沙门一只眼啊。这个多么亲切非常可惜，我们现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么多的好的种子啊，全迷了，自己完全不知道了。听释迦牟尼佛讲华严，听说有这么一桩事情，问题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接受？由这个地方来观察，才知道自己业障深重啊，究竟多么深，究竟多么重。不是像这些经教里头，我们根本就不晓得自己业障深重到什么程度。自信的心得完全迷失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开眼啊，开示表演，我们看了听了还是懵懵懂懂的没有入心呢啊，所以是耳边风啊，没听进去，没看进去。第六句啊，自有香水海，名宝墨严浮床啊，宝墨严浮都是珍宝的名称啊，阎浮，我们这个住的地方叫阎浮提州啊。佛在经上讲，为什么称为阎浮提州呢？从前这个地方
有阎浮树啊，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割破一点，它那个流出来的汁啊是金啊，这个金是世间最好的金。那么现在人没有福报了，这树也不见了，在这个世间消失掉了，所以它是珍宝之名啊。世界种啊，名诸佛护念境界。人能自爱，能自重，诸佛就护念了。这一个大世界，世界中啊是大世界了，他所持的世界啊，所持就是在他引力范围之内的星系、星团、星球无量无边呐、这些世界里面也都有众生呐、不可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众生呐、那是讲不通的。我们现在天文学家啊，观察这个每天晚上在观察这个空中的这些星球啊，还没有发现啊哪个星球上啊有像人类啊居住的啊，没发现。实际上在佛法里面，每一个星球都有众生居住，境界不相同啊，你见不到啊。比如我们地球啊，我们现在地球上这凡圣同居土啊，这地球上有菩萨有声闻啊，有恶鬼我们都杂居在一块，我见不到他，他也见不到我。菩萨罗汉他知道住在这个地球上有这些人类人道啊，畜生道啊，欲界天，他清楚啊。众生福薄，见不到菩萨啊，偶尔有几个有福报的人他遇到了，像法照禅师遇到五台文殊菩萨就遇到那么一次，以后再遇不到了。悟大过失在四川见到迦诺迦尊者阿罗汉的道场，把人面疮医好之后再也不见不到了。特殊的缘分呢，证明我们这个世间凡圣同居啊，那么月球甚至于太阳里面有众生居住啊，那是他居住的环境，他的报土啊。
我们见不到，我们也接触不到。世界之大了，无奇不有啊，不是我们思维想象啊能知道的啊。啊，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你能够了解呢？能够接触呢？禅定。禅定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你能够见到现在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你能接触到啊，你不能突破，你接触不到啊。现在时间到了。